大家一起手牵手吗？一站这边，这样比较好。好，你站这边，好。要手牵手吗？我帮你拿椅子。你要看有客人进来的时候要喊什么？对，那出去呢？出去要喊什么？对。哎，不是你出来。哦，客人进来了，要说什么？一，要大声一点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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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光临。有客人进去要喊什么？谢谢光临。要大声一点呐，这样客人都没有听到。哦。刚打一个哈欠。啊，他没有听到。可以记得他。哦。对。珍珍，你不可以去那边。哦，我进来了，要说什么？怎么没有人讲话？还没有耶。等一下，我要进来了。一二，喂。一二，喂。嗯，哦，只有一个人讲。客人出去要喊什么？谢谢。好，我要出去了，我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怎么都没有声音了、啊。那再一次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要进去咯。哎呀，凶的。欢迎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哦。那我要出去咯，再一次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谢谢你。有人要吗？谁要举手？谁要举手？再喊这一次就好。谢谢光临，等等，你讲。